高雄燕巢这间新开的彩券行营业没多久开出大奖，放鞭炮庆祝。就是这一张刮刮乐，让其他客人好羡慕。2000万超级红包刮刮乐，一张2000元。一对情侣买了2张2000元刮刮乐，中了200万元加一辆宾士车。听到消息的民众赶快来乘胜追击。哎，再来听人讲说，我一看到就冲来啊，因为乘胜追击啊。打铁趁热，昨天下午的时候，对，也有人中10万。彩券行人气爆棚，2000元刮刮乐人气最旺。业者说，开出大奖前，有一只翅膀漂亮的昆虫飞进来，长得很像是蜻蜓，飞来飞去停在2000元的刮刮乐架上，似乎是好运照。买两张，然后回去刮，就中了一台那个宾士汽车。加200万。根据台彩统计，到8号为止，2000万的超级红包已经刮出一个2000万元和一个200万加宾士车，还有128个100万。大奖一个一个开，让中奖人龙年财运大发。记者黄勋、蔡双吉高雄报道。